朋友。没事，就出来玩。几点了？充满了电力。十点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它有多少电。啊，1.38。这在哪里买的？淘宝。哪家店呢？你这里面放的什么东西？带我长发及腰。啊，你不要你现在花完。我的天，我又刀又枪又鞭子，人家武林高手人家是不用这些。那个落马特战。哼，我就往死里抡了。抡直了打是吧？抡直了。纷争开始了。哦大声啊！啊！这么大，打我的腿！我要把那个火给灭。搞错了，再来。